我是贺氏集团 CEO 贺乔燕。你面前的两份是恋爱合同，在你眼里一切都是可以用物质搞定的吗？小宝是我唯一且最重要的甲方，你想让秦医生来家里当你的医生？他想要什么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给他，包括你。秦燕，你下来。你疯了吗你？特别的好，不是所有的人和事情都是可以用商业逻辑来解释的呀。我跟他是雇佣关系，是薪酬和人才的等价交换。抗议无效。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他担得起贺氏的女主人吗？大姑，我说过你们不合适。他是我选的，我觉得我们很合适。我哥这几年一直梦到一个女孩子的背影，小宝很喜欢她。梦中的女孩？他就是想找到那个梦中的女孩。我考虑了很久，我只要有你就够了。美梦成真。美梦成真。我想证明给你看，我是你可以选择依靠的真男人。都已经错过两次了，还想错过第三次吗？走吧，小白天。我喜欢你。